同学们好，我是赵一尚，我姓黄超玉，我是大学生，认识你们我很高兴。认识就是我的作业。你学习紧张吗？你工作累不累？你工作顺利吗？在那过得好吗？你们现在都好吧？还可以，还是老样式，你放心吧，我们都挺好的，别担心，家里一切都好，谢谢。